比赛现在开始。观众朋友们，看到这是我们进行的中国功夫同美国职业拳击比赛的一场男子75公斤比赛啊！红方叫武松一龙，蓝方是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基斯贝利。哇，转身跟后蹬，一上来一直在移动。对于基斯贝利来说，他只听说过中国功夫，那还没有亲自的尝试过，那对抗过。放你的第一次就碰到一个高手，哇，用力爆打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吉斯佩蒂也好，包括场外裁判阿尔伯特布朗也非常的友好，非常的友善。对，你看那个一击倒地之后，马上这个他俩一人一下。要知道武松一龙练过金刚铁布衫，金刚铁布衫，上下能力很强。然后对，到底你的上下的有训练练得怎么样？在这场比赛当中，你们施展出来？今天啊，今天这个美国选手都采取的是游击战，采用了我们中国兵法里面的36计所谓上计之计啊。那么也可能由于在这个中国和美国职业拳击对抗赛前一场比赛当中，每个的这种职业拳击手们，有被 KO 就被踢下来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我们要采用一种游击战，让朋友打不行。对，他很聪明，把中国的战孙子兵法学得非常好。因为每个人基本军校在这个授当中就要学中国的孙子兵法，36计他们都知道。这是新军校就学孙子兵法。你看看，这第一局，哈哈，美国来自新泽西州的基斯法，基斯贝利，这个移动战术啊，练拳击的步伐就是。对，这个在、移动当中啊，移动的非常的快，而且距离感也掌握的非常好。所以说我们期待着第二局看看有什么双方选手有什么精彩的表现。布朗说比赛开始了，就进行的中美最高赛男子75公斤的比赛，红方是武松一龙，蓝方是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基斯贝利。基斯贝利今年32岁，身高是1.88米，曾经在美国获得过职业拳击比赛的冠军。你看他的步伐移动非常灵活，还是在移动，还是一直在移动。双方啊都没有很好的机会。其实这种移动多多少少对一龙也造成一些不少的压力。你看他的拳法施展出来了，一龙说打吧打吧，我不怕，打吧。吉斯贝利身高1.88米，而武松一龙身高1.75米，双方的身高相差13公分。13公分。他的拳法还是很有力量的。这时候一龙要实战你的推法，你叫他一拳击动，你就用推法，遇到一定时候就上台。对，我觉得一龙用腿，用腿法攻击对方的腿部，对膝盖这个大腿内部，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些杀伤力，这样你的腿法没法移动，然后在对方照顾下盘的时候突然用拳法。通过
操，之后你看到起飞这个移动就没那么灵活了，慢慢的，哦，慢慢的，有疼痛了，疼痛啊，有疼痛了，所以说翼龙还是要抓住，非要抓住这个什么，这个战机。不能继续比赛了。